啊，听到觉得怎么有些问题40年来都没改变，也就是当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问题。例如说有一些跟课纲、跟学习的过程、学习的环境有关。哦，那我发现怎么最近还是有同学跟我抱怨，为什么我们的学习都是用背的？哦，不能够多提供一些工具给我们，多提供一些让我们自己去思考、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，还有希望能够无纸化，甚至还有很创意的提到公文的简化。我相信很多公务员都会很欢迎，让大家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流程跟这个时间的拖延啊，还有官僚的这个限制。在我还在高中的时段，是无法想象每个人都有一部电脑，可以连接到全世界的资讯。那你们第二个比我还强的优势，是在这个世代你们就已经可以连接全世界。那在我当年，我在到美国去要跟台湾的同学联络，就是要写一封信，那个信进到邮筒里面来回要2-3个礼拜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及时的透过视讯面对面跟全世界做连接。那这个连接会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资讯之外，同时可以养成我们更高度的面对这个世界各种挑战的自信。